两个知青的在你这儿待上两年，他们呢读书是汉字。你好。我被狼迷住了，能不能抓一只小狼崽儿，我研究研究。我接到了上级关于今年抛狼崽的指示啊，抛了狼崽，狼不就变少了？再去掏狼崽，狼会愤怒和报复的，这是命令。你这是？这是我养的。那狼群要听到声音的话，肯定会来闹的。那太好了，让他们来吧！啊。满山遍野都是狼啊！你把神抓起来，让他变为了奴隶。住手！你会得到报应的。新来的人把药都用完了。违背你意愿的命令，你走吧。